挡拆之后换防，今天我们看广东逢掩护就换防。漂亮，林书豪这一次进攻，他被换了三个防守人在防他。换防，撤回来，书豪的漂亮。这个球周逸翔应该看一下篮筐啊。哦，来了，漂亮，好球。 传得好，哎，这个球，连续的换防，周逸翔的空位三分，漂亮，这个进攻欲望真的很低呀、啊。书豪继续绕一圈，赵游度的空接，好球，太棒了这个，上线两个双掩护，一个 drag， 书豪往里走，两分再打进，游度来做一个挡拆，哦。 哎呦天哪！换防，再换回来，书豪的中距离，好球啊，林书豪，拆传书豪，嗯，这个球啊，书豪一步外的三分球，哦，漂亮啊，动作啊，嗯，是这样。 好球，书豪这种篮筐附近的完成确实是很稳定，要安抚一下广东队的球迷啊，因为现在都是双外援级，其实真正到了第四节，广东队还是有机会啊。哦，放双射，球前完全没做好准备，很致命的一个失误。胡明轩，哇，我的天哪，今天三次造进攻犯规，任俊飞，好球，两分打进，还要再犯规，看看有没有抢断的机会。 加基，哎，这个球给了。威姆斯，两分，漂亮，打进了。东方知道这个二三联防啊，是逆转战局的，哇，漂亮！这样书豪六犯了。哦，书豪这一点如果被打掉。 进攻端少了一个外线的控球点以及一个终结强点，这样北京队已经有两人。之前周鹏防成过，方硕，哎呦，磕在篮筐后沿，哎呦，这一下有度，哇，时间走完，裁判没有表示。 哦，长林的抢断，传，漂亮，这是今天应该。李书豪来了，漂亮，这个球今天的分数是打得极低呀、啊，来了，好球，这个左边进入一个暂停，我们还是把时间交回给后方。小川错位，面对徐杰，没有打。 机会，超大的空位，林书豪大空，漂亮的假动作，哦，转换，小川来了，哎呀，小心啊，没有之后，书豪推转换，自己的中距离，漂亮，书豪一对一打周鹏。 其实封到了，但是比赛造了三个，这场比赛我没有细数啊，但是，哦，书豪，好球，关键的两分，这个中距离其实还是非常关键的，这样中场比分90比86，恭喜北京首钢。 看，阿联的移动很积极，小川来抢投一个，好球啊！两分投进，小川一上来就有好的表现。全息接球就投，好球！哦，这下赵睿倒地，这一下是打在了赵睿的脸上，林书豪命中。
来看一下，哦，给了一肘子。这下啊，说实话，确实舒豪手上是有一个动作的。这个球啊，裁判如果提前吹停，篮板，尤度又一个。林书豪的空位三分，哇，这个放的太大了。这段时间首钢疯狂丢进攻了。 哦，打进两分有效。这球林书豪打成一个二加一。其实当时让他不足以跟上林书豪的手腕，要低位啊。书豪直接来投三分，好球！啊，迎着徐杰。哦。 尤度好球，这球还是阿联腿上，尤度继续要找林书豪打手递手。好球啊，林书豪！这个球真是林书，这个距离尤度没什么威胁，再给方硕，空位的三分，这球有篮，犯错误，好的右手侧，好球啊，两分有效，书豪打成一个二加一，林书豪的一个上下步。 再来看一下，这边书豪绕了一圈之后有一个小打大，强侧给右手，哦，人仰马翻，林书豪上一场比赛，绝胜时刻的中距离，哎，方硕，三分线外超远三分。 方硕的三分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，方超越来自翟小川成功的超球，能犯规。林书豪，两分，打进，两分打进，后场球，果然是长甩啊！哎呦，这球，这个球是人选，赵睿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犯规，不要给一个三分犯规。 林书豪，哇，捧在了篮筐前沿上的，让我们恭喜广东宏远再一次挺进总决赛，他们将和昨天胜出的辽宁男篮在决赛相遇，争夺2019至2020赛季 CBA 联赛的总冠军。